好，欢迎回来。我们现在也要问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了两岸之间的局势真的是这样子紧张的话，那我们一直以来在讲的抗中保台，政府是不是要做事了？好啦，我们的总统赖清德现在支持国防部长顾立雄做国防改革，他勉励军校的。 八校毕业生讲了这句话，他说：“一日为军人，终身誓死保卫国家，希望大家永远效忠国家。”大家就开始在问：“嗯，请问一下赖总统，您口中的国家是中华民国吗？还是其实你常常讲的中华民国台湾？又或者没有了中华民国，只剩下台湾呢？”而这一次呢，其实比较特别的是，继唐飞之后，再一次的由参谋总长到立法院这边来进行备询。那呢，参谋总长。 没加树，他就直接讲了，说他觉得啦，其实暂时出现逃兵，他认为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做的就是先处理好应对的方案，然后在这些基础跟共识上面呢，不断的在演练，把所有的可能都纳进去。而大家也要说啦，说如果说很多人讲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嘛，你想想看乌克兰当时发生战争的时候是什么？是他们的外交部长。 自己承认开战当天呢，就赶紧把他家的家人啊、狗啊都赶紧先送出去。那如果台湾发生战争的话，会不会有官员也这样做呢？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置呢？而且现在这个当下，汉光四十号演习正在准备当中。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去中心化的指挥管制。他们说，特别这一件事情就是要让大家在做好确定的接战规则之后，直接。 实战了，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你真的在那个发生战争的当下，你没有办法跟横山指挥所进行连接或是联络到的话，那你要怎么样来应对当下？那个就是所谓的去中心化指挥管制。那网络上开始讨论这件事情。 丢啊！作战的时候怎么会没有办法跟横山指挥所联络上呢？他开始说现在是怎样？是第一时间高层都会退到安全的地方吗？那要大家先开始学习怎么自立自强，帮这一些高层来争取逃生机会吗？网络上的这一些讨论，其实是说，诶，以前我们不是都是在拼命练习反斩首吗？那。 横山指挥所没有办法联络上，要么就讯号不好，被人家给干扰，还是说真的是被斩首了，还是说呢，真的人不见了，不在这里了，还是投降了？这些情境是不是也应该要好好来练习一下、演练一下？因为现在就是两岸之间的情势紧张嘛，如果真的要练，是不是要考虑各式各样不同的状况？目前呢，政府在今天下午四点钟的这个陆委会的记者会，很可能会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就是到大陆旅游直接。 连跳三级变成橙色警戒了。说呢，以前我们在六月之前呢还可以去大陆旅游嘛，六月之后呢现在开始说经禁团令有出现了嘛，而现在呢说要把这个旅游警示，因为台惩治台独二十二条意见。 所以他们现在觉得说对岸很危险，变成了橙色警戒吗？好，记者会持续的在进行，但是反应这么快，大家也说会不会是因为昨天我们的赖主席已经在中常会里面针对这件事情提出了他的说法啊？那如果真的觉得对岸很紧张，干嘛不直接就禁止两岸通往啊？禁止所谓的去对岸经商啊？禁止去对岸就学啊？为什么不一步到位，而要这样做呢？ 其实啦，在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你的感受很像是还需要陆委会吗？今天在立法院真的就有问林佳龙这件事情了。林佳龙讲法是说，改成外交部中国司哈、哦，他先呵呵两声啦，说如果他们愿意跟我们外交部往来，我也很愿意啊啊，但就是今天中国不跟我交往啊啊，我们某种程度是承认中国啦。 啊，他没有承认我们啦，但是以这个逻辑的话，也要跟部长讲了。诶、欸，其实啊，我们有承认我们的国家，在整个世界里面，也就那几国，美国都还没有真的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外交部还有需要存在吗？所以如果说你自己真的是认为他就是不需要所谓的陆委会，就直接归到外交部下面做一个中国司，那你就这样做就好了啊。那如果说啦。 这今天讲这句话的是林家荣，而、啊、是别人讲这句话的，是不是又变成中共同路人了呢？现在大家一直在讲，网络上面绿营一直说国民党急了，有没有？一直在看到这个手势。好，他们昨天呢还特别拍了一支影片，然后就讲说呢，哦，这是国民党急了，国民党慌了啊、哦，国民党乱了。好，就是这一支影片，大家开始在说，他们最近为什么这么流行这个动作？ 不知道这些委员们了不了解这个动作从哪里来？您知道吗？小心啊，被认知作战了。这个动作是二零二一年对岸的一个网友网络上面电竞直播组他那个时候所做出来的一个动作。然后呢，二零二一年就在对岸已经流行了。现在呢，回过头来在台湾，突然之间一大堆民进党人呐、啊，民进党的委员呐、啊，都开始在比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大家就想问了，哎，这样子算不算也被认知作战了呢？请教兵哥，您怎么样来看？好，因为现在在讲效忠国家，到底哪个国？不是，我觉得很奇怪啊，你不是中华民国总统吗？你就效忠中华民国很难讲吗？啊，你讲的这么不清不楚，效忠国家，还效忠法国，法国也是个国家，还是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个国家？讲清楚很难吗？呵呵我不知道，但他他们可能有很多忌讳吧，可能对他来讲，中华民国很难说出口。那 我我觉得梅加素去讲这个是对的。嗯，你不能够期待所有的官兵每一个都是阿诺斯瓦辛格，或是每一个人都是兰博，都是每一个勇往直前，然后敌人看到都怕，不可能这样子。人一定会有人会怯场，有人会突然之间害怕恐惧，这个都是人之常情。所以你也必须要预料到，当你的部队可能就一旦遇到战时的时候，确实有一些人是无法发挥战力，甚至可能会拖累你。 那这个时候你们要怎么应变？这些东西平常就是要去思考或者要去演练，你这样才能够突发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样去应付这样的一个状况。我我觉得这是正确的、啊。那至于说官员跑了要怎么处置，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我说真的啦，那个是打完打胜之后你才需要去担心的问题好吗？如果你打垮了，担心这干嘛？嗯，对不对？根本没意义啦，人家担心你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这个，我觉得不需要去担心了。如果你打赢了，那你才有资格去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打输了就没什么好讲的。那当然，汉光演习你说今年改变了，他他说要去应变，说没有主观在场的能这些应变能力啊，或者是什么一些特殊状况啊，我觉得都 OK。嗯，因为本来就应该演练各种不同的状况，这是对的。可是，放弃直接的对抗，那为什么？ 主要理由到底是什么？就是其实最容易学习到的真比较模拟真实战场，就是大家直接互相对抗。那今年就把红军取消掉了嘛，就没有就单方面的，只是你在布阵啊，只是在自我思考、自我这样弄的时候。那请问一下，这样效果会比较好吗？如果这样的效果比较好，为什么美军到现在都还在用这种对抗式的演习？为什么其他世界先进军队都在用，可是我们不用？我觉得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些个更清楚、明白的理由？那至于说今天。 陆委会可能会把警警示直接调到橙色警戒。那既然调到橙色警戒，我们先不管它是不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假设你一个国家认为到大陆这个地方去是很危险的，已经要橙色警戒了，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要告知我们的台商跟学生？嗯，是不是建议他们最好不要去？不，就是这样，这很正常嘛，对不对？那再回过头来，现在大陆发生了什么事吗？ 那边是有天灾人祸，还是有什么状况？目前看起来都没有啊。那你发橙色警戒，你是不是针对二十二条来的？那如果是针对二十二条的话，其实我老实讲，他们讲的很明白，你不搞台独，人家根本理都懒得理你啊。那是民进党认为全台湾人都在搞台独吗？还是你自己在搞台独，你非要把全台湾人拉下水呢？我我觉得这个民党自己要去好好想清楚。我觉得黄仁这位委员，我也之前不认识他，我后来去查一下，他是原名立委啊。是，对，那。 他提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啊，因为你为什么不在外交部下面设中国司，把陆委会废掉？因为陆委会现在一点作用都没有，毫无意义啊！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做，赖清德应该要率先这样做，直接去修改组织法，然后直接修宪，就废除陆委会。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民夫。其实啊！我希望赖总统往这个方向努力前进。 刚刚呢，陆委会最新的记者会，梁文杰副主委已经提到了，说就是因为那个二十二条啦，然后加上最近又发布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等等等，所以二十七号开始呢，他们就要提升赴陆港澳旅游警示为橙色。来，请教书慧姐，我觉得不只是啊、哦，陆委会不只是把赴陆旅游啊、哦、提高为橙色警戒，两岸关系现在哈、哦、也，我觉得也已经变成橙色警戒了。 赖清德才上任一个多月耶，才上五二零上任，今天才六二七哦，才上任一个月又七天呢。两岸关系让我感觉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可怕哦。我们看到新任的总统哦，上任的前三个月应该是要阳光政策哦，然后带给大家说我的新政是什么。 但是赖清德的个性哦，跟他的施政是一样，就是斗斗斗，对抗对抗对抗，对抗在野党啊，不管是视线也好，复议也好啊，然后青鸟啊，街头运动也好，然后两岸关系也是用斗跟对抗哈，他完全没有想要有新政，完全没有想要对内政做出什么呃推动或是解决台湾的问题。 可能是他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转移焦点，用对抗、用斗争来转移他内政无力的无方的一种解决方法。可是对我们来说，觉得好可怕哦、喔！就是每天打开新闻，我们就看到民进党不是斗这个就是斗那个。这才是他上任的一个月又七天呢、欸，那接下来他还有三年多的时间，他都要一直这样搞下去吗？哈？ 这个我们参谋总长说哦，战争发生的时候，一定有官兵畏战，一定有逃兵。坦白说哦，逃兵可以逃到哪里去？哦，台湾就四面都是海，好，我们就算有逃兵，他还是在我们台湾里面，他能逃到哪里去？可是我们最怕的不是官兵畏战，我们最怕的是权贵畏战呐、啊。我们最怕的是这些权贵哦，七早八早就把子女通通送出去。不要忘了，我们赖清德的总统，他的孙子，他的儿子。 此刻就不在台湾呢，此刻就在就在美国哎。这个乌克兰的外交部长他還说，开战的当天，我的家人跟我的狗哈，开战的当天离开了这个乌克兰。可是我要告诉大家，赖金德的儿子还没有开战，他的儿子跟他的孙子都在美国。那我们的其台台湾人的小朋友，他们可以在开战之后出得去吗？是出不去的耶。哦，所以。 不要去管说啊逃兵啊，然后开战之后会有官兵畏战。我告诉大家，没有人能够逃逃出台湾的，只有这些权贵。所以很多很多民众现在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的新任总统才上任一个月又七天？然后我们每天打开电视，我们看到赖清德的言跟行，我们新任的行政院这一些官部会啊、呃，包括陆委会，包括 NCC，包括行政院。 都在斗这个斗那个，我真的觉得在接下来的三年哦、喔，大家日子真的不好过。是，请教我翰哥。呃，刚陆会已经确定将这个港澳路升为橙色，<是>但我看这个副主委梁文杰的记者会讲说，我们从黄色升为橙色了。嗯、这一点我有这个非常大的疑虑，因为我今天中午还特别去查，刚刚还特别看了一次。我们现在外交部的旅游警示哈，观众朋友，它是这个呃白色、灰色、黄色、橙色跟红色。 所以它其实基本上是五级啊，你看起来是四级啦，为什么？因为完全没状况了，不标注那就是白色。白色那中国大陆我现在去查是没有任何标注哦，所以它并不是黄色诶，我就觉得为什么？还是说他忘记改了？所以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是从原本完全没有任何的警示升到了。 第二高就对了，最高就是红色。那我简单跟大家举个例啊，像北朝鲜现在目前就标注红色。嗯，但有一些国家如果出现一些疾病的话，灰色跟黄色都会有的。那现在到了橙色，有什么差别？哈，观众朋友很简单，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今天是六月二十七号了嘛，哈，从六月开始，我们去大陆旅游团就有一个旅游禁令。是。那原本想说，如果对岸能够有来，或者是收所谓的这个呃福马团，福建到马祖的也没了嘛，哈，就要开放。 那交通部长李孟燕在等对方有自由行的时候，我们这边要开了，但是因为现在没有开，嗯，但这个叫做政策没有开，可是对策就是你有出团你就去吧，哦，是不是这样子？那今天突然公布二十七号升为橙色以后，还没出团的人，按照那个旅游契约来讲的话，橙色跟红色的他可以直接退费了，没错<錯>。所以旅行社现在就现在看起来，今天下午最最哀嚎这个惨的就是旅行社讲说，我都定了，如果你现在变成橙色的话，我的旅客还没出团的人，他可能直接就给我退了。 那旅行社今年的暑假不但是赚不到钱，可能要亏钱，好，这是很麻烦的地方哈。旅游上的部分跟大家报告。第二个，因为赖总统已经认定嘛，他的记者会讲说，不管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跟台湾，都是台独。那所以是台独的话，就有可能台独最严重判死刑。国台办除了有个记者会，大家可以去参考啦，讲法不一样。可是既然我们现在政府，我们的总统就认定是这样了。我说实在的啦，哈，陆委会跟这个。 观光署还有外交部，如果不提升的话，那反而是等于是就打脸赖清德总统。你 o b e g 啊？Oh. 那现在既然说赖总统觉得这样很危险，你今天旅游上要做调试，其实这是一边化的。我觉得他不调也不可能了，一定要调，因为你既然认定很危险的话，真的就建议国人朋友不要去了。好，那但是问题是，他本来还跟大家讲说他们会滚动式调整，结果调到现在变成,成橙色了。哎、欸，他如果真的就像刚伟阳哥讲，他如果说哎、欸，我忽然不去了。 他也不用付任何的退费什么的都不用，可是问题是旅行社他总是有定金呢、啊，他先付出去，那你要教他们怎么办呢？真的，两岸之间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政府说清楚，他告诉你，两岸之间现在就是很紧张的橙色状态。您的感受呢？我们先进广告。